1997年12月14日凌晨，安徽省巢湖市的北山头地区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专家们将其命名为北山头一号墓。北山头一号墓是一座土坑墓椁墓，由墓坑和椁室组成。椁室包含一个官室和四个偏厢。考古队员们发现，墓坑底部铺有木炭屑。根据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丧葬习俗，再结合东边厢里出土的三面铜镜与两件熏炉，专家们确定北山头一号墓是一座西汉早期墓葬。最重要的是，东边厢里还出土了一枚小巧精致的玉制印章，印章底部篆刻着曲阳军印四个字，这让考古队员们倍感惊喜。古代墓葬中随葬物品上出现的任何文字都非常宝贵，每一个字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关于墓主人身份和墓葬年代的重要信息。这枚曲阳军印印章能否告诉世人，北山头一号墓的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官印印章分成两种，一种是官印，一种是私印。官印一般都有官职的职称，这个印章没有官印的职称都在里面，印章是个私印。在汉代，官印通常刻有明确的官职，如著名的汉印武陵卫印与卫城令印，卫与令即为官职。而这枚印章上的曲阳军印四个字并不包含官职信息，专家们据此判断，这应该是一枚私印，印文上的内容可能含有墓主人的个人身份信息。那么印章上曲阳军印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曲阳显然是古代的地名，专家们考证后发现，西汉时期名叫曲阳的有两个地方。一是据东海县志记载，东海郡内有一个曲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沭阳县附近。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九江郡内也有曲阳县，即现今安徽省寿县一带。沭阳距离我们将近400公里，而寿县距离巢湖仅150公里。那么我们判断印章出自更近的地方的可能性更大，两地在当时抹来更加的便捷密切。印章上的曲阳应该指九江郡的曲阳县。专家们判断，印章上的曲阳二字极有可能指九江郡的曲阳县，即现在的安徽省寿县一带。
那么印章上的君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君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郡的简写，另一种是古代男子的称谓。有人认为第一种解释在汉印中较为常见，因此印文的内容可能是曲阳郡印。然而史书中并没有曲阳郡这一说法，因此君并不是郡的意思。更多的专家认为此处的君应该就是指男子。曲阳君的意思是指曲阳县这个地方的一名男子。那么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居住在曲阳地区的一个印的男性男子。专家们认为印章上的印字为人名，正如此前放王岗一号墓出土的印章吕珂之印，其中吕珂便是墓主人的姓名。至此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他名叫印。那么这位印是个怎样的人呢？他的墓葬中还会隐藏着哪些秘密呢？很快，现场的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一件扁圆的盒状玉器。将其简单清洗后，专家们猜测，这可能是一件玉粉盒。这件玉粉盒在出土的时候，盒内还残留着白色的粉状物和一件角质篦。这件角质篦应该是古人的一种梳发工具。粉盒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存放脂粉或香粉的梳妆用具，通常使用化妆品的人群以女性为主。但根据曲阳君印四字印章，专家们早已判断墓主人是一位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古代，男子都是长发，那么是长发他就需要梳发工具。此外，古代男子中也有浮粉梳妆的现象，所以粉盒在古代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在北山头一号墓中发现粉盒不足为奇，使用玉制粉盒可以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尽管在北山头一号墓中出土了梳妆的粉盒，但专家们依然判断墓主人印是一位男性。那么这位拥有众多精致随葬物的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关于印的问题，我们查阅了巢湖地区大量的这个文献记载，没有发现印这个人，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尽管印似乎已经无迹可找，但2000余年前，这位名叫印的人曾出现在巢湖这片秀丽的土地上，过着自己的生活。带着遗憾与期待，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北边乡和西边乡，寻找着印讲给后人的更多故事。考古队员们首先打开了北边乡的盖板，
里面的发现让他们大吃一惊。这里存放着大量精美的铜器，器型也相当丰富。这是一盏斗形铜灯，灯盖为覆盆式，由三个扇形面组成。灯柄分为两段，上粗下细。灯盖、灯盘与底座均是有凹凸弦纹。这盏铜灯虽然稍有残破，但依旧是斗形灯中难得的精品。除铜灯之外，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件铜方和一件铜壶。这是一件铜方，它器形高大，方唇直口，竖颈鼓腹，棱角分明。方口边长 16.4 厘米，腹径28厘米，方圈足边长 18.8 厘米，高52.6厘米，器形整体古朴稳重，是一件用来盛酒的器具。这是一件铜壶，口径10.4厘米，腹径20.8厘米，圈足直径13.2厘米，通高36.8厘米。铜壶的壶盖顶部有三个 S 型钮，铜壶的肩部有一对铺首衔环耳，整体造型流畅，器形圆润。而铜壶上面目狰狞的铺首，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符号，是随葬品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它寄托着古人免受邪祟干扰的美好愿望。专家们发现，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铜器与相距仅1000米的放王岗一号墓中出土的铜器较为类似，因此他们将这些器物做了仔细的比对。这两件是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铜壶，它的口部为平直圆，腹部共有6道弦纹，腹下部斜出幅度较大，整体呈瘦高型。这两件是方岗一号墓出土的铜壶，它的口部为平圆，腹部无弦纹，腹下部斜出幅度较小，整体呈矮胖型。以上这些是两座墓出土铜壶的主要区别。专家们发现，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铜壶呈瘦高形状，而放王岗一号墓出土的铜壶却是矮胖型。同类器物的器型有着明显差异，这说明了什么呢？从器物演变规律来看，壶仿类器物的变化是腹部。战国晚期出土的壶仿类器物的腹部都呈椭圆形，西汉早中期的壶仿类器物以瘦高型、矮胖型并存，到西汉中期以后，只见广腹类，瘦高型就不常见了。这也是为我们判定北山头一号墓为西汉早期墓葬的一个依据。随着清理工作继续推进，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几件铜鼎。
这件铜鼎整体呈扁圆形，鼎口微微内收，盖面上分布有三个半环形钮，两侧附有两只长方形竖耳，底部有三个兽蹄形矮足，支撑起鼎的上半身，显得坚韧挺拔。令人惊喜的是，考古队员们在铜鼎上发现了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往往极具史料价值，能够帮我们了解墓主人的身份、古代的历史风貌等等重要信息。那么，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铜鼎上的这些铭文是什么意思呢？北山头一号墓许多随葬品都是墓主生前使用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区分、排列和归属，分别给他们做记号。这个记号的内容分别是记重量、记容量、记排序、记器物名称、记器物主人等。就像鼎的竖耳上面所刻的鼎这个梵文字，腹部所刻的八斤、六斗、十两等是计重的、计容量单位的。此外，专家们还发现了大官、甘泉的字样，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呢？专家们指出，大官应该念太官，在古代汉语里，大字通太字，而《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提到了太官这一职位。太官主膳食，意思是太官就是负责皇帝膳食的官员。难道北山头一号墓的墓主人胤是皇帝的膳食官吗？专家们认为，这位叫胤的男子有可能是太官，也就是皇帝的膳食官。但还有一种可能，即铜鼎是太官赠送给墓主人的，这样墓主人的身份应该难以判断。究竟历史的真相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厘清。既然太官代表膳食官，那么甘泉又指什么呢？这可能是指许建之秦汉时期的甘泉宫，这件器物上面的甘泉两字说明呢可能和甘泉宫有关，但是我们无法确认这件铜器是从甘泉宫流传出来的。显然，对于甘泉二字，专家们也难以给出准确的判断。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就此灰心，他们继续清理发掘工作。他们继续清理北边乡，期待着新的收获。很快，他们发现了两件纹饰精美的漆器。这是一件玄木胎的漆盘，口径30.4厘米，高3.9厘米。盘心在黑漆上勾绘着精美流畅的龙凤纹，盘心外有一圈几何形的纹饰，口沿内以兽首纹、变形鸟纹等纹样修饰。
漆盘整体图案华丽，画工细腻。这是一件对形漆盒，高17.6厘米，口径20.6厘米，腹径22.2厘米。漆盒外修黑漆，整体造型沉稳大气，线条柔和。盒盖顶部勾绘着三组云凤纹，凤作昂首展翅欲飞状，高傲而灵动的凤鸟好似自天上而来，又将重归云端。盒身则绘有变形鸟纹、花草纹，桌首与盒盖上则雕刻着几何纹饰。漆盒整体纹饰繁入，图案对称工整，线条刚劲有力。除了器物造型与纹饰图案，漆盘与漆盒上的文字同样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在这件漆盘外底部刻有19个字：萨三年公师，姓公曹司官四生半，今田相，今东宫。其中萨三年公师，姓公曹几个字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那么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呢？萨三年应该是某一个纪年号，第四字应该是公司的合文。公司是古代管理工程或者是管教百工的官员，第五字无法辨识，应该是公司的姓名。第六字可能读作曹，这里指官曹，是古代宫中的一个知识部门。如果萨三年是指某一纪年，那么这个年份能否帮助专家们锁定北山头一号墓的具体年代呢？这段文字能够带来有关墓主人印的更多身份信息吗？萨指30，萨三年指33年。据我们考证，西汉武帝之前的几位皇帝在位时间均没有达到如此之久。汉文帝在位23年，但是16年以后就改元，更不用说33年了。所以萨三年应该不是某一个皇帝年号的纪年，我们也无法通过这一年份来具体判断北山头一号墓的具体年代。尽管漆盘刻文中的萨三年无法证明北山头一号墓的具体年代，但考古队发现漆盒的底部刻有左彻侯、19年等字样，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呢？《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彻侯金印子寿，必武帝会，曰通侯，或曰列侯。原来彻侯是秦汉时的一个爵位，在这段时期的爵位等级中，彻侯是最高等级的爵位。但彻侯的彻字犯了汉武帝刘彻的名讳，所以后来改成了通侯或者列侯。左彻侯是当时最高的爵位，汉武帝名彻，这件漆盒上面的左彻侯的彻字没有避汉武帝的讳，所以这件漆盒的使用年代的下限应该是早于西汉武帝时期。
也就是说，这件漆器上的文字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座墓葬的时期确为西汉早期，而且早于汉武帝时期。既然如此，这个十九年有没有可能是汉武帝刘彻之前的某一个汉朝皇帝的在位年数呢？汉武帝之前，西汉的四位皇帝中，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和汉景帝刘启在位时间均不足十九年。汉文帝刘恒虽在位二十三年，但他在位第十六年便改元，因此汉文帝同样与十九年无关。那么这个十九年是什么意思呢？有专家指出，古代不止皇帝有纪年，诸侯、彻侯也有自己的纪年。据此，大家相信，这件漆盒上的纪年很可能是某一个左彻侯的纪年，而非皇帝的纪年。也就是说，这件漆器很可能制造于左彻侯十九年。那么北山头一号墓的墓主人难道就是左彻侯吗？或者是某一个皇帝的太官吗？带着这些萦绕心头的疑问，考古队员们继续进行清理。他们将漆器清理完毕后，很快又在北边乡的东半段发现了一件银盒。这是一只扁球形的银盒，高 11.4 厘米，口径 11.2 厘米，腹径 12.3 厘米。银盒为子母直口构造，这种构造使得盒盖和盒体扣合紧密。银盒的顶部刻有凹弦纹和莲弧纹，盒盖以及银盒的腹部均刻有相对交错的瓜子状凸纹，非常精美。专家们发现，这件银盒与在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银盒，无论是造型风格还是制作方法基本相同，其工艺水平亦不相上下。这件银盒造型独特，制作精致，其盒盖盒身上布满了相向交错排列紧凑的托瓣纹，此制作工艺是采用锤叶法压印而成的。从纹饰和制作工艺来看，最典型的古波斯帝国风格，是一件通过丝绸之路交流而来的舶来品。在西汉南越王墓中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银盒，这也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高的。诸侯级别的器物为何会出现在北山头一号墓中？莫非墓主人也是一位诸侯王？考古队员们继续探索北边乡中的秘密。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两件精美的碑状器具。据专家们介绍，这种器具叫做支。一直发现的现场开始认为是个陶器，它上面全部给那个玉泥把它糊了一层，清洗以后发现是两件玉器，在工地的工作人员感到都非常高兴。支
是一种流行于战国和两汉时期的酒具，是中国悠久的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枝有多种材质，其中最为珍稀名贵的非玉枝莫属。这是一件有盖玉枝，口径6.75厘米，通高11.7厘米，由青玉雕刻而成。玉枝的一侧刻琢着一枚朱雀判首，朱雀喙部略有残缺，仍可见其双目圆睁，冠羽分向两边。朱雀腹部有戟形刻纹，两足呈8字形站立。玉枝侧面则采用引起的手法，雕刻两条变形鸟纹带。枝盖呈灰白色，具有玻璃般的光泽，局部似玛瑙状。盖顶部刻有室地纹，并以品字形雕刻着3个涡纹品钮。枝盖下缘呈笋状，与器口套合，构造精巧。这件玉制采用了写实与艺术夸张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整体造型独特，制作精良，表达了先人无与伦比的美学想象，彰显出巧夺天工的雕刻造诣。这是另外一件朱雀衔环造型的无盖玉枝，它口径8厘米，通高13.6厘米。玉枝的一侧雕刻有一只朱雀，双目圆睁，口衔锁环。它振翅欲飞，自然舒展。朱雀之下趴伏着一只螭虎，这只螭虎张口露齿，矫健有力。在朱雀和螭虎的另一侧，是一只透雕而成的熊。熊的两只前足，一只牢抓鬃毛，另一只抱于腹部。后足一只直伸，一只后屈，长尾向内卷起，形神兼备，活灵活现。玉枝上部刻有兽面纹，中部是卧蚕纹，底部刻有长尾鸟纹，三矮足面如牛首。这件朱雀衔环玉枝造型独特，极其精美，是巢湖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两件玉制造型别致，工艺精湛，尤其是朱雀衔环玉制，它运用了透雕、高浮雕等多种雕刻技法，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它足够代表了汉代制玉的最高水平，是迄今为止出土玉制中的精品。显然，能够拥有如此珍贵的玉器，墓主人生前定是拥有相当显赫的社会地位，这令考古专家们对墓主人的身份愈发好奇。这位墓主人印究竟是什么人呢？北边乡的清理结束后，考古队员们又开始了西边乡的发掘工作。考古队员们在清理西边乡时，除一些腐朽的墓俑外，还发现了大量陶器。这些陶器堆叠在西边乡无比狭窄的空间内。专家们发现，北山头一号墓边乡中共出土了28件陶器，其中包括陶鼎、陶豆、陶壶。
有人提出，这些仿铜礼器几乎都以奇数随葬，这与安徽地区战国至西汉早期墓葬大多以偶数随葬的习俗有所不同。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汉代以前，中原地区的仿铜礼器多为奇数随葬，在汉代以后就没有这么明显的规律了，所以北汕头汉墓只是延续了以前的这种传统。也就是说，汉代随葬的仿铜礼器并没有严格的奇偶数规律，因此北汕头一号墓随葬的仿铜礼器为奇数，并不反常。很快，四个边厢清理工作收尾，考古队员们终于走到了棺室前。沉睡了2000多年的墓主人，其身份之谜能够随着棺盖开启而真相大白吗？墓主人应会是身为左彻侯的诸侯，还是专门负责皇帝膳食的官员？究竟是何人在巢湖畔写下了自己未尽的传奇，留给后人倾听？究竟是何等身份能够令他拥有如此之多的精美随葬器物？一座尘封的古墓，两枚绝世的玉枝，使美丽的小城引来各界的关注。接下来的清理工作又将为我们揭晓北汕头一号墓怎样的历史秘密呢？